大家好，我是联合立委饮食策划 Benson， 今天我们来制作一道鲜香四溢的鸿运火辣冒烤鸭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魅力所在。我们用猪油爆香蒜蓉和辣椒，加入康宝红汤酱制作鲜香红汤底，煮滚备用。然后加入康宝鲜麻辣鲜入提味，材料经过红汤略烫后，逐一排入热碗中。将热腾腾的鸡油均匀淋在整个碗中。冒菜是一个人的火锅，火锅是一群人的冒菜。喜欢班长的朋友，记得按赞、点阅、开启小铃铛。